你好，请问是槟榔城大哥吗？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，年轻人来吃槟榔啊！哎、欸，榔心梅呢，很好吃呢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没有吃。啊，没吃呀、啊。对，阿哪呀，什么代志？我来公车的啦、嗯。你电话中跟我说是18万。啊，我印象。哎、欸，你有打来嘛？对吧？这台嘛，对，这台这台。好，我来给你哭看看的啊、喔。欸、年轻人，哦，你这大大小小的伤很多呢。台北开车多多少少啦，啊，这人家开关门那个给我敲到。这边有，这边也有。阿亚马乌，我算有撞过了呢。不是啊，这不是就钣金烤漆一下就好。好了，你卖光那钣金，那个钣金的师傅哦，他来这边哦，先点一根烟，拉拉拉拉拉，拉完之后哦，烟也差不多没，再点一根烟，咣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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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咣，供完料啊，再点一根烟，浇头，浇浇浇浇浇，火嘛差不多没啊，再点一根烟，卤煮，卤煮要干对不对？要时间嘛。再点一根烟，吐干了；再点一根烟，开始磨。粗的砂纸用完，要换细的砂纸。再点一根烟，准备要喷什么底漆？又点一根烟，你不要再讲，你不要再讲，你不要再讲。我觉得那个师傅都要得肺癌，才喷到底漆而已就得肺癌了呢。有没有觉得其实没有你讲的那么简单？没那么简单，是嘿黄小虎的啊，蔡小虎的是哟哟哟，嘿是蔡小虎，黄小虎是没那么简单。你不要再跟我讲那些五四三了，有什么要扣一扣你？你看一下，内装都还没看呢。哎呦，笑脸哎，你这个内装也不行啦、啊、不是啊，这哪里不行啊？你看你的海绵体啊，车子也有海绵体 啊，不是啦、啊，海绵啦、啊、你看海绵都塌掉，扁扁的，你看啊，有在使用，本来就会比较平，那换掉就好啦。咱叫你安尼讲起来，规组拢换新的就好啊，咱这是二手车呢。你要换这个椅子的海绵体啊，不是海绵呢，要叫那个换皮椅的来，他要那个螺丝这样打打打，点一根烟，你知道意思不？哦，点完之后螺丝打完之后很重，要搬出来，搬出来可能要再点一根烟休息一下，你知道意思不？休息完之后要从鼻翼要拔下来嘛，你知道意思不？拔下来以后啊，冰冰，你知道，我点起气温呐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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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车好了，海绵用好，准备要把它背上，点一根烟。你不要再讲，我觉得皮椅师傅要得癌症，又会来了啊！不然开引擎盖看一下，笑脸。你这漏油怎么那么严重啊？油油亮亮的啦，很像那个猪脚店的那个肉霸咖那个痛，你知道意思吗？那个老板娘找五块给你有没有？掉进去啊，捞捞捞捞五个一块找给你，你知道那个吗？不是啊，我就是二手车、欸、就不想要整理嘛。啊、所以我要整理啊，整理就是要花钱。年轻人，你不要讲的好像整理很简单呢、欸。黑师傅要花时间，一点一分，先把引擎周边净排气的螺丝几条几条啊，你给你套落，再点一根烟，准备开始拆引擎周边的螺丝，你知道意思？上盖下盖，别个引擎啊，你给捞落来，点一分，你知道意思？再分解，分解了哦，要一个分等材料来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材料来之后，烟也差不多抽了两三支，螺丝煮好，你不要再讲了，点一根，不要再讲。我觉得修引擎的师傅要得肺癌，他还没换回去呢，他现在引擎刚煮好嘞，这样就得肺癌了、哦。除了引擎哦，年轻人，你这个车头给他看哦，这个好像有撞过呢哦，还好啦，啊、就换过保险杆。上面还好，不是、啊、还好吧？我不停车撞到那个柱子而已啊。安放在你，我是绝对相信你只有撞到柱子而已。来跟我买的人又不认识，他怎么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他觉得换过保险杆怎样了、啊？是撞到小动物啊，阿喵阿告啊，还是撞到人啊？他、啊、那个人有没有怎样？卡登起袖登起啊，还是逃高了、啊？哎呦，我跟你讲，细思极恐。哎呦，你怎么讲的？很严重这样子啊？陈大哥不会骗你，那个就很像怎样，你知道吗？你女朋友跟你不在一起，晚上半夜三更打给你，你无伫厝诶，一定是感觉讲你是不是去找小三，还是去找妹妹？你敢不是讲你伫图书馆？不可能嘛！卖公北商，陈大哥也不会骗你。哦，二十万我甲你买买。啊20万，哦，很少的啦，来啦，不是、啊、怎么差那么多？阿文啊，阿郎哥，不讲，抓郎哥去下阿彪啦，陈彪出力出力啊，不要想太多，陈大哥不会骗你啊。哎、欸，你好，我想看车。年轻人，话不多说，先吃槟榔来、啊。我不吃啊，谢谢。哎、欸。这小蓝狗呢，很好吃呢。哦，真的没有吃啦，谢谢谢谢。不吃，不用啊。他们来去，我想看车，这台车多少啊？南丰站呢？我们有便宜卖，只要58万就好啊。好，那我先看车。好，来，我找你来看啊、哦。来。哎、欸，这边都有伤哎。年轻人，你真的赚烂，赚烂，看个病鬼啊！他在台北招手这么多年，他这个不叫做伤，他这个叫做历史的痕迹。的见证，你想想看，在台北闯荡这么多年，只有这一些伤而已。你在台北生活这么多年，你的伤有比他少吗？啊，好像有哎、欸。我告诉你，比起你来，他这个、哦、技术算很好。我帮你哦，点心点一点就没有问题。来一个补啊。哦，那不然我来看一下内装好了。哎、欸，你开门来，尽量看，随便你看。哎、欸嗯，这个方向盘跟排挡头，那个光滑光滑的样子啊，是不是常常跑很多了、啊？我跟你说，笑脸，赚烂，又赚烂，真正赚烂。你想想看。前车主哦，细心呵护，用他的纤纤玉手，慢慢的给你磨，好不容易给你磨得这么光亮，这么光滑，这么的白泡泡玉米，还交给你，你真的开始吃宵夜了？哎、欸，
越看越漂亮哎、欸，赚烂了，赚烂了，赚烂了、欸。但这椅子的海绵是不是塌塌的、啊？光个姜哦，你真的要赚烂了，赚烂了，赚烂了，大概变鬼啊，变渣脸啊，你猜意思吗？变渣脸。你有没有买过新的皮鞋？新的皮鞋回来是不是很硬？很难穿，有时候脚还会痛。啊，皮鞋皮椅包皮是不是包皮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对嘛，包皮对吧？啊，人家回来已经都帮你炫好、撑好，帮你弄得舒舒服服、柔柔软软的，你马上回来坐上去就可以使用了。他都帮你训练好了啊，不是，都帮你撑软的，哎、欸、哎，撑大哎、欸，不是，反正哦，他都帮你用的软软的，你就不会屁股痛了。好像也是哎、欸。对啊，六百加多米啊，一台一组，赚烂呐，没有赚烂。那我看一下引擎好了。啊，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，嘿。欸老板，这引擎怎么漏油漏的那么严重啊？你像我去那个猪脚店，是锅子啊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专门的哦，你懂吃哦，懂吃懂吃懂吃，小我姐姐哦，你懂吃呢哦。我来讲，你去猪脚店，只要看到那个锅子油油亮亮的，有没有很厚的油，对吧？你是不是讲哎，那就代表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百年老店，历久不衰，历久弥新。如果你看那个锅子很新，就怎样？很快就等着要倒。所以车子给你看越干净，你回去哈、哦，化险越快。你看我那油油亮亮、闪闪动的机油，一直给它。添加进去，一直轮杠轮杠轮杠，永远都不用保养，省保养费。哎、欸，老板，可是这个保杆好像有撞破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恭喜，年轻人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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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买的是不是二手车？对，保杆是新的，是不是赚烂？赚烂！你买一个二手车，上面有新的保杆呢。你去外面买别的二手车，保杆都是什么？二手车，加保杆新的呢。那会不会是撞过了，还是什么小动物之类的、啊？陈大哥，跟你讲，陈大哥不会骗你。你买的、哦、你就不要想太多。你交了一个女朋友，你就不要想她的过去，是一个很多次还是很多个一次？讲那个没有意义。你要的是什么？她的现在还有未来。虽然这个车的过去你来不及参与，但是她的未来怎样，你后赔到底。哎、欸，怎么好像有点感动啊？不然感人呐、啊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咱这短语音拍到变长语音啊。哦，今日带你来做阿文啊啦，阿文啊，今日阿人客，不，带人客你要吃金马啦，这金马买车啊啦，未来你奉陪到底啊，赚烂赚烂赚烂的啦，嘿妹。师傅，师傅，要怎样才能像你一样卖车卖这么好？啊，你就太逼巴没，讲又讲不听，听又听不懂，懂了又不会做，啊，做又做不好，好了又不持久，久了又开始烂，啊，烂了我又念，念了你又嫌烦，啊，不念又装没事，啊，没事又开始搞秋情，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反正哦，我跟你讲啦，凡事从模仿开始，就跟唱歌一样，周杰伦在模仿大赛里面，他自己只能得第十五名，瓜戏子张学友慢慢。慢慢没有感觉。张学友在张学友模仿大赛只能得第二名。那第一名是谁？戏子张学友，我不能。我知道了，我先去跟你穿一样的衬衫。啊，那要去哪里买啊？来，虾皮买进广告。第一款槟榔城衬衫，这是我走遍全台湾槟榔摊收集来的精华啦。第二款魔鬼天使衬衫，内底有我政治小师啦，迄天使甲恶魔拢伊啦，還有小黑人祭司的 logo 嘛伫内底啦。这两种衬衫哦，穿起你哦，都予你最有态度的啦。啊，其他商品啦 ，T 恤啦、袜子啦，链接我拢放喺内底，你家己去吹啦。保证予你买了哦，甲我槟榔城同款时尚啦。赶快去支持起来，不要当一个哦看免费的人啦。